Hello， 我是 Yota 的执行长 Alex， 很高兴可以跟你聊聊全球产业发生了剧烈的改变，数位转型已成为新时代的重点趋势。有别于传统线下学习的繁琐、耗时以及单一面向，线上化与数位化能够帮助企业与内部训练进行跨领域的整合革新，而这也是我们 Yota for Business 的企业核心。我们深深相信，员工是每一间企业最宝贵的资产。所以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培育人才的优质平台，营造出丰富、新颖、便利的线上学习环境。它可以为企业带来跨界思维，加强跨部门的沟通能力，以及增强协作交流，可以成为员工自我学习的管道，不限时间、地点，持续精进实务及战力。它也可以是职能训练最佳的工具，以系统化的学习策略，套用逻辑思维与实战应用，强化员工的专业技能。更重要的是 ，Yota for Business 可以为每一间公司及企业对齐目标。透过五大种类、300多堂丰富的课程，让专业的师资阵容针对不同的需求，建立深入多元的培训内容。同时，提供生活类别的软性课程，作为公司内部福利，帮助员工维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。主管也能借由平台量化产出的学习历程，确实掌握员工的学习成效，精准分析，有效管理。吸收知识可以有更多形式，我们坚信借由学习就能转动世界。 Welcome to join us， 把握时代趋势，共同打造人才的无限可能。欢迎各界企业、机关、学校成为我们 Yota for Business 的合作伙伴。